我提起我意志，我袂阁再小弟，我找回我的抱负，是我过去想要做的梦，我一定要完成这个梦。兄弟，我听你的，我永远将你记在我的心肝啦。哥哥，小弟直接甲我讲，你是伊今生上爱的人，我相信伊一定活在你的心肝内底。啊，你袂用这个，你逐天啉酒啊，好不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你真乖，多谢你。啊，你爱加油。全世界都你上无正常啊，个世人无正常。阿母啊，你敢会生妈呢？唔知啥物代志，都咧喊个大声细声，野猪。安怎？哥哥是好人。好人，好人，好人，好人啦！我今日对妈妈都来厝啊。我跟你讲。我吼，我到即马我几岁啊？既然真是我咧七八九呢。哈？莫怪，我活到九岁，搁天高将，才看到鬼啊！要去不要去？我做了人生最有意义的代志，有意义的代志。哦，什么什么意义？你做啥嘛？你谈恋爱嘛？哎，你不了解，谈恋爱的人是你啦。我帮鬼啊做代志啊！你帮鬼啊做代志？你错啥啦？一路啊，你讲别人哦，阿母啊可能甲你相信，你甲你帮鬼啊做代志，哪有可能啦？平常时吼，你上该惊就是鬼，你有可能帮鬼啊做代志啊？阿母啊，我来讲，以前我就惊鬼也无唔对，哎呀，不过呢，我即摆袂惊，袂惊，听到啥物？有啥物？听清楚哦，因为你，比鬼搁较恐怖。哇想啦，怀疑罗啦，一罗，多谢，今天来听多谢，一个人上一日门，一路平安，一路平安，全家全家结束，路阿妈，啥物都当一道道行，会记得哦，明仔载要到有，啊，来要来看看夜话，会记得，今今是几领衫，通好甲我家己挂着，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，明仔载再相会，拜拜。